Hello， 各位，我是红玲，我好久没有出片了。今天是2月23号，什么节日呢？今天我们要出国啦！我们要出国去哪呢？我们要出国去马来西亚，好，去国外学习的非常多的东西，好不好？非常的快乐。现在其实已经快迟到了，我们就赶快坐着我们的计程车，赶快到我们的汇合地点。今天的影片非常有意义，非常非常的精彩，各位一定要看哦！今天我们是一个一日土豪人生，请各位细心品尝我们今天的土豪一日。拜拜。我今天跟英雄呢要来入住 W 饭店，来我们左转。哇 ，G 系列。哦，对对对对，没错。来看一下好不好？外面停一大堆的名车，哦，好不好？跑车，什么车 ？G-Class 都有 G-Class。哎，哦，不得了！今天我们要来入住 W 了。我们现在穿了一副穷酸样，等一下进去不知道被赶出来哈。OK， 好，我们现在进去。入住一下我们饭店啊、哦、，Go Go Go！ 哇，哎、欸，连那个柜台的妹子都不一样的。十楼，谢谢。十楼，十楼。OK。哇，咱们出发啦！哇哇 ，W 饭店就是 W 饭店。W。哇，我他妈从来没有那么土豪过。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奢侈过。真的。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们房间的价钱大概多少钱啊？好可怕啊、哦！好 ，Hi， Welcome to W Taipei。这个两张床哦。对。那、啊、这样是多少钱？这个、哦？没有，10000多块。哦。哦。对啊，两张床。他们住这个。你们住这个啊？对。这个。Wonderful。然后这个有打折啊、哦，有打折。10000多块。10000多块。好，我们这么穷还住得起？嗯。可以啦，可以，可以啦，我请你们去喝酒。哇，那感觉在这上班很爽，还不错啊。晚班比较好玩，因为晚班有那个 DJ。那你们有免费的饭吃吗？我们有啊，有员工餐。那我们有免费的饭吃。我现在已经。你们有免费的酒喝，等一下请你们喝酒好不好？你有看我们这边买了什么？他们今天是一日的土豪，买了 Gucci， 可是里面是凤梨酥。不是凤梨酥啊，这真的。赖红林垃圾话系列，赖红林的嘻哈时间，真的快笑死。柜台美丽的小姐，请我们的这个客气，帮你们安排高楼层24楼，好不好？24楼，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吗？可以啊。好，15000，这边明明就没有10000，这边没有10000吗？对啊，有吧？有啦，有啦，这边16000，给你们限量版的房卡，然后留着，超帅。可以看，哎呦，房卡超帅、哦欸，黑卡，对啊，这感觉身份不一样哦，烂烂的，我们可以哦，哎、哦，你看多，感觉一下，好了，可以，这个钱我要算一下，好吗 ？OK， 1234567891011121213141，哦，很多钱，好，15 ，OK， 签个名，走喽，拜拜。Déjà vu, close my eyes and I pull a shoe. First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 Late night, life smoke, gush tous les jours. Get back to you, déjà vu. Close my eyes and I pull a shoe. First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 Late night, life smoke, gush tous les jours. Gush tous les jours, déjà vu.Stay stunned and
lost a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 Late night life, smoke, kush, do les jours. Get back to you, déjà vu, déjà vu. Close my eyes and I pull a shoe. Fast a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 Late night life, smoke, kush, do les jours. Kush, do les jours, déjà vu, déjà vu.到底能不能吃啊？哇、哦、哇、哦欸！这什么？各式调酒、啊。哇靠！原来这里还有、啊。哎、欸，八嘎呢？哇！这个什么啊？看它藏起来，谁知道啊？一样是哥伦比亚的呢。哇、哦啊，这个很贵的水，玻璃装的。我觉得这音响要给它放看看。嗯，我觉得应该放一下，捧一下。看这。感觉就屌屌了，感受一下，这是我、哦、boss 的呢，哦，是吗？播一下，哇 ，boss 呢？播一下 ，boss 音响哦，来播一下。哦，抬起来，哎，好像可以哦，这音响。有，开了。哇，这音响好高级耶！我第一次看到饭店有这种低音的。干汽车旅馆 low 掉了，哇！干这音响太屌了，太屌了！哇！Déjà vu, close my eyes and I pull a shoe. Fast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Late night life, smoke, kush, do les jours. Get back to you, déjà vu. Close my eyes and I pull a shoe. Fast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 Late night life, smoke, kush, do les jours. Kush, do les jours, déjà vu. I see the rain coming. I see the pain coming now. I'ma stay stunned.First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 Late night life, smoke, kush, do les jours. Get back to you, déjà vu. Close my eyes and I pull a shoe. First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 Late night life, smoke, kush, do les jours. Kush, do les jours, déjà vu. 现在跟英雄呢，在酒吧，好不好？我们现在把那个服务小姐刚请的四杯酒喝完，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准备明天马来西亚 ，OK， 行程开始，好不好？准备坐4个小时的飞机到马来西亚，哦，马来西亚非常热，然后来喽，四杯，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什么本来有人肉，什么不听我，你要不要先试喝一口？不，我先喝这个好不好？好，你先。这杯呢，它一定要彻底的搅拌，搅拌之后才会有像星空一样的感觉。它里面加了珍珠粉， okay. 对，所以一定要彻底搅拌之后，整个才会有渐层感。嗯，搅拌。他都这么讲了，那就先搅拌这个。好，你先搅拌。那你要不要先喝这个？好，现在感受一下这个口感。需要怎么搅拌？哎呦，它那个是木耳吗？这个是要拿起来吧？反正搅拌就对了。哎、欸，你有看到星空感吗？哎、欸、有哎、欸，有啊，欸、真的有哎、欸，看一下这星空感啊。哦哎、欸，很星空哎、欸。你喝一下啊。好，来，感受一下啊。嚯、哦，大整的味道啊，很。我不会讲很大人的味道，很大人，喝一下，感觉到有点中药的感觉，养生。
déjà vu, déjà vu. Close my eyes and I pull a shoe. First lifetime, wanna get back to you. Late night, life smoke, gosh, tous les jours. Get back to you, déjà vu, déjà vu. 现在呢，我们要准备睡觉了哦。我已经洗完澡了，现在换英雄在洗澡，好不好？等一下洗完澡呢，睡个觉。接下来就是我们明天马来西亚的痛苦之旅。坐飞机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相信有出过国人都会知道。以我们今天这个住这个 W 饭店这个体验哦，其实啊，是真的确实高级，不是一般汽车旅馆比得上的，相对一定有它的价值在啦。第一个，它的服务哦，它的服务不多说，再来呢是它房间的床哦，还有一些电视这些影音配备哦，说实在是真的不错。很可惜哦，黄玲没有什么钱，然后只有办法体验到一天而已啊。人生中有体验过一次 W 饭店哦，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了。好，那我们现在准备睡个觉，我们凌晨就要起来了，现在已经十点多了哦。我们如果再不睡的话，明天肯定没精神。那么没什么事了，拜拜。